下骑脚踏车、跑步、游泳。我自己是很喜欢打篮球，可是已经找不到球友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对，那礼拜天要找电视打一下篮球。好，真的吗？对。好好好。那你的新专辑的整件事情的构思是怎么样的、这次的构思其实是以时间为主轴，它就是希望可以化身为时间的使者嘛，clock时钟克拉克，然后带大家回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然后回到你曾经向往或者曾经想要回忆的地方，这样完成大家在时间里面的一个。心愿，所以待会你唱歌的时候，反正前面是铁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你还是请你的尽量的走过去跟他再握一次手，因为刚刚大家都发过毒誓了哈，这个握到手了，待会就会到你的 CD 摊那边收藏你的新专辑。好。待会你签不完名，所以我们大家度过一个很棒的下午。谢谢。所以待会我们会唱新歌还是旧歌啊？新歌，今天都带来新歌。这首歌是一首很俏皮的歌，然后我跟君伟一起填词的作品，叫做《等不及去爱》。